威姆斯打杨正是一点水都不放啊，应该是听到他赛前的那些言论了。能突能投，被认为不稳定的三分也是连着进，防守端还让杨正打得非常难受。这就是职业和业余的差距吗？来看看双方首节比赛的精华集锦。啊，三威胁，篮下对抗，这球其实第一下就有犯规啊，这球突破，可以，篮下对抗，后手。上分，黄，中距离跳投，远，感觉可以稍微近一点。其实，因为威姆斯对他的防守其实不是那么紧。中距离，威姆斯突破，后撤步，没办法，兄弟们，这个杨总也能看出来，三分球哪怕在这种对抗环境下也不是特别稳定。可以，打他。就打他，今天第八落后，又比八落后，对吧？因为这是绝对的个人干拔，个人硬解能力。球，我跟你说黄，没办法，这个确实是没办法。威姆斯后撤步，完了，怕的就是这个，变了，因为已经落后了，落后了很多，这个已经是十分差距了。杨振这球，说实话，漂亮的球，差一点。想想自己当年在东单是怎么统治的酋长，对吧？没办法，兄弟们，完了，犯规，别让他投那么顺，犯一犯规，对，上点对抗，不能让他投了。哎呀，我去，这个你这得上去适当犯一犯规，你上一下对抗，你不能让他投那么顺。